那边把那个高尔夫车拿来卖了算了，一点用处都没得，放起来占地方。那车子我别个要重新改装上来，虽然跑得慢，我想把那发动机换了。那你俩准备在哪哈干嘛？要不我们把那个鹏鹏拆了，我们那个鹏鹏不是反正要弄把子啊，爸爸。他今天说要把那个把子削了，落就打板了吧？哎，可以拆了哈，反正现在用不上了。那都可以放在那下面，是吧？你个都承认那些是破烂了。我们先去把那个鹏鹏拆了，要不然鹏鹏拆了，我都在那边改车都方便的，那儿路宽些。走，马上行动。走。那个本来以前是装死的，早起吃。你乱说，明明装都没装过。你那个一说，别个老是真的以为那装死的拿来取腊肉。原本功能是装死的，但是没装过呀。妈妈她把我那些好钢管撸了嘞，取钢管取得很苦苦的那颗。你个好钢管要干大事哎。取个高高取不得啊！搞车了嘛？小白，你走开！小白，过来！他得像个锅的样子，好亮哦。太重了一招。差不多嘞，像个飞碟哈。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，我反正没放手五杀。哦，拉不过就拉不动我。我说哪是那个飞地呀，像。刚我放手五杀的。我觉得有点危险了，那么多个看看。那是你觉得危险噶？你觉得危险，我觉得也不危险。
要帮忙不？他在磕到了。我哈儿直接冲到，又冲到下面骂了说：“哎呀，你明明拖都拖下，你还要骑上去干啥子？”我骑上来吵成啥子了？哈，哎呀，好危险哦！你快点下来。他冲到下面，下面干干净净的。终于对他下手了，那个车子，这个车子，它这个是传动轴的哈、啊，把这个发动机，还有这个后桥啊，把它改个卡丁车，重新改一下哈、啊，还考虑一下要不要做个四驱的，做四驱的那个套件又有点贵，我有点犹豫，先放在这里，明天开始弄它。